如果说要使黄疸退得快，现在最快最有效的措施是进行蓝光照射。蓝光照射它是需要在特定的一个蓝光箱或者蓝光毯这些的作用下，这个蓝光照射皮肤，使皮肤里面的胆红素发生一种同分异构的转变，而被很快的代谢掉。那么如果说不是很重的情况下，我们有时候有采用别的光线，包括日光啊，这样来进行照射。那当然还有别的一些措施，包括应用药物，增加它肝酶的活性，减少胆红素的产生，包括运用激素来阻止溶血引起的黄疸的进展等等，来帮助减轻黄疸。当然，严重的时候，这种退黄可能要进行换血疗法来进行治疗。